丹丹，希望你能幸福快乐。说得真大气，爹以你为荣。爹？对。哒哩哩个儿啦，哒哩个儿哩个儿啦，哒啦哩哒哒哩哒哒哩。是不是来早了？不会啊，大门开着呢。啊！小老师，小孩儿，小孩儿，孩子们来了，来了！学生出事。顾泽南，丢了儿子心很烦吧？要怪就怪你这几年风头太猛，树大招风。咱们俩的战斗现在正式开始。为什么？奶奶，您扭来扭去的是干啥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顾奶奶，你是在减肥吧？哦，顾奶奶，您还别说，你下半身看上去确实瘦了不少。哎，真的吗，官人？嗯，我真的瘦了，真的，确实很明显。不过顾奶奶，我不明白了，你这么漂亮了，干嘛还这么折腾自己啊？你们男人不是喜欢女人瘦瘦的吗？为了我的幸福，我要把自己变得这么瘦，这么瘦，这么瘦啊，顾奶奶。我们能不能跟你一起减肥啊？好啊，来，耶耶，跟我来，准备，左左右右右，拉拉筋，抬抬腿。哎，爸爸，朱姐，姑奶奶呢？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干嘛呢你？啊，怎么回事你？那小孩子不懂事，莽撞撞着您了，没伤着您吧？算算，不好意思。走走，这怎么回事？走走，右顾奶奶，顾奶奶出事了！还有干妈，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？没看见我们这正忙着吗？走，孩子，哎呦，十几个孩子都被拐了啊！孩子被拐？谁家的孩子？对啊，咱们镇的十几个孩子不见了。要是咱们家笛声被拐了，你还不吓死？是啊，就又是小少爷也被拐了。干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顾奶奶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小少爷跟他学校的所有小孩都被拐了。啊！哎，顾奶奶，姐妹去，姐妹去，快点，快让开！顾奶奶，顾奶奶，顾奶奶。告诉姑姑，这不是真的对吗？不是真的，你说话呀，丹丹，你醒醒，你告诉姑姑，这不是真的对吗？丹丹，你说话呀！你说什么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丹丹，你怎么问我呀？是姑姑在问你呀。他们说笛声被拐走了，这不是真的对吗？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告诉我，丹丹，笛声真的被拐走了，他真的被拐走了。报官了。
丹丹，丹丹，丹丹，你要振作，冷静下来。啊，我们去衙门，可能有新的消息。啊，丹丹。高太人，我要救孩子，孩子全都不见了，你一定要帮我们找到孩子。高大人，到底是谁绑架了我们的孩子？高大人，你一定要替我们出头啊！高大人啊，那帮人禽兽不如，别急人死，你们大家请放心啊，大家请放心。我们已经在调查，我高志芳向大家保证，一旦有消息会马上通知大家，啊，绝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，也绝不容他们伤害咱们孩子一根头发。请大家稍安勿躁，你们先回家，我保证一有消息马上会通知大家，好不好？不，我就在这里的，没错，我也不回去。高大人，我也想帮忙找。哎呀，你们还是回去吧，啊！各位，我虽然没有当过爹，但是此时此刻你们的心情，我也能深深的体会到。可是，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所以我认为，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更要保持冷静。骗徒既然处心积虑骗走我们的孩子，肯定有他们背后的目的，而且很快就会主动接触我们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人手，而是部署出一个解救孩子的行动，制定好对策。等消息一来，我们立刻逮捕他们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衙门会毫不犹豫地寻求大家的帮助。所以你们现在先回家好吗？说的也对啊，我们不要在这添乱了，我们还是听远大人先回去吧啊！拜托大人，谢谢，一定一定，你们先回去。大人，好了，有消息通知我们啊。这边走吧。班头，丹丹，班头，班头，丹丹，有没有消息？还没有消息。那我家宝宝呢？他不是来这儿了吗？他刚才确实来过，但这会儿，艾公子站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可是家里没有人呢。哎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心情一定很烦躁。也许他只是到处转转。丹丹啊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全力以赴帮你找回儿子。不用，我自己会找。班头，你抓的那几个人，我要见他们。丹丹，现在还不行。哎，丹丹，你不能这么任性啊！啊，要是换做平时，你不说，我都会让你去。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你也是受害人嘛，带着这样的情绪去办案，那对谁都不利嘛。高大人，谁要是想阻止我，除非杀了我。丹丹。你们陪着他呀！哦哦哦，丹丹姐，丹丹姐。